安永发院长认识好多年了，他对朋友细心，对工作严谨，每次去台东都很喜欢去他海边居所潮音小竹。大海、礁石和潮音小竹浑然一体，在潮音小竹可听潮起潮落之音，赏日出日落之美，可以赏花品茶聊天，也可以在这里心情愉悦地写写画画。台东及周边地区自然风光优美，林老师又很勤奋，他经常登山面海写生，真的很羡慕林老师这种艺术创作生活。最近林老师创作了不少长卷山水，如琼海极光、富源山上美丽台东、山水原乡自然文化台东等，画画中的云海日出、远水近山、楼宇行船，既有仙境之美，又有人间之趣。林老师的大写意山水字似奔放，气度超然，笔墨遒劲精妙，正是搜尽台东奇峰琼海，得心缘，散怀抱，气势撼人，自成一家。相信林老师这次展览之作也定会令观者耳目一新。预祝林老师山水各展圆满成功。